恭喜中年猪大叔中奖，恭喜老板。三个蜘蛛是什么情况啊？看他爆不爆金币，看他爆什么东西。啊，这路线不太想卖呀。看吧，也可以玩墙。看他来不来个腰带，不加直接冲吧，想都不带想的。摄像头，那没事。你他妈的！三星无人是你的吗？我操，血虫！这个逼他妈血虫隐身虫，太变态了呀！西南，难道说啊？给他个红包，那先给他个腰带呀，腰带先给他。大了，别吧，第一盘不想赌啊，没感觉呀。西南，西南。兄弟们，枪手冲不冲？其实可以玩枪。冲呀！你妈呀！第一盘就开赌吗？赌呀，肯定赌呀！你妈赌着刺激呀！糟了，你这个猛男不厉害。兄弟们别卡啊、哦！没枪吧？有个电刀的了，这个兄弟还要玩游侠，这盘玩枪肯定就吃不了。那个兄弟电刀加弓都有了，先把人狗升了吧。还不知道玩不玩枪，看情况，看他给的怎么样。哇，好多斗法，这家是游侠，只要有一家已经确定玩游侠了，而且是电刀，他肯定能进决赛。派克不太想卖，我看有没有船长，有个船长考虑一下。这些也都没什么用，你能把剑姬拿了，剑姬也过度的，想想拿剑姬拿他了，拿剑姬吧。这盘小炮有点少。看选秀能拿到什么？哎，想卖不去，卖不去。不要一百滴血，一百滴血选秀最后一个拿。
我不会卖血你都打不过吧？哇，打得过，打得过，盖伦有贵族，两千糖了，还行，六滴血九十四，我应该能第二轮吧？九十五。攻小子，小马现在挺厉害的呀，但是他不是那个攻小子不假，不是我说的那个兄弟，小马现在也有八九百分吧？对，搞点节目效果呀，把你的秘密头露出来。哎，别搞！哎，什么时候搞过这种节目效果？啊哈！哎呀，哎！哇，全是好东西。可以。那就攻速拿一个嘛，这个勺子怎么说，还有这个布甲。哦不对，我是要腰带，我好像有，哦不对，我是要布甲，我有个腰带，是的，我记得没错。哇，上来第一盘就赌，我操，坏的，一个小炮没有。这个冰性有点用，但是前面没用。哎呀，我这个沉默没用，还给血入了一波这个蜘蛛。而且这个小炮这盘还没有，我拿了个那个东西，它自动合了，你知道吗？游侠。强不了，这小炮一直都没来，满枪到现在还是一级，给骗了。六滴血的听的什么？前面好像没卖什么东西吧？抽半卡了是吧？抽了两轮了，要抽三轮是吧？可以可以，做任务了兄弟们啊，又做任务了，做任务了，随便参与一下啊，随便参与一下啊，兄弟们。游侠兵器没什么太好的人给，而且兵器也没什么用。而且我感觉这个寒冰也在养我，就跟那炉仙一样的。你要给我报钱，我傻了。哇，这家狐狸都两千了。哎，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。哇，现在玩的人是真的傻。说实话，还好这盘那个。没玩那个枪手，玩铁定炸，一个没白嫖到，兄弟们。
我每只隐身虫我不可能打得过的。我思来想去，这个东西好像只有给派克是性价比比较高的。谢谢大王叫我来巡山的火箭啊！谢谢大王巡山6677，谢谢大王。我他妈现在这已经，我已经被他妈别人干的，我的屁股都快他妈裂开了，我操！哇，良心狐狸这种装备，这盘应该要转斗法出了。我的屁股已经快被别人打得来裂开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件好强啊！又贵了吗？又贵了。打不过呀，他阵容你妈，他那个阵容他妈出来就是为了打我的，你妈终极看看我，我他妈卡丁卡位今天晚上乱弄一波，没来得及调。我感觉这盘狼人我就拿不到了，我可能要转零去吧。哎我操，又被封住了，我怎么了？坏了，我就感觉会有4块钱的英雄，但是没想到是两个没用的。马哥打不过呀。没有，我没智能考。哦，对，哇，谢谢花生花黄的好运，这也太顶了。感觉这个奖他妈必是花黄中的，说实话兄弟们，还好张哥来抬了一手啊。这个奖如果是另外一个人，哎，抬个毛，我操，加倍一下好吧，可以连跪没断。反正我这盘要闯一步，这盘拼了。哇，这个龙女应该是要走了，因为只有两星龙王，这个龙女才有用。这不要拿个利息，下波选秀，选秀拿个布甲，这个布甲应该没办法，要回来刷一下。多杀几个吧，行。哇，这个兄弟怎么没钱啊？他拿了个龙是什么鬼？他玩六法吗？狐狸两星可以先用的，大成来了也能先用。还有两倍的布甲还可以，4块钱。如果是个龙王的布甲会很舒服。难道大虫子来了？哇，这家有大虫子了。一星的狐狸真不是很敢去 Q 别人。
妈应该不能。这盘转型还算不错，转得快，还来得及。但是他为什么这个大冲带了个贵族 buff？螳螂捕上三虚空没什么用，因为虚空里面的都是一星，打完狼要刷一波。没事，连跪还没掉，拿力气。怎么又是张哥啊？这种战力，我操！谁顶得住啊？这狐狸还是一心弟弟，这个 Q 还给你的这个布隆躲了。还有二十多滴血，太恶心了！厉害厉害！太恶心了！太他妈恶心了！没事，力气没断。我被封的人也妈。我真的被已经被封裂开了，今天全是封光。你的姑娘好红啊，小马。谁？你的姑娘，那么长，贼他妈顶。他斗法 king 啊，动不了，一下都动不了，五个人他妈兵全是圈圈，你妈哟！这个德莱文，北京欢迎你，你妈五环。德莱文没他装备哟、哦，拿了的话得拿乌鸦，乌鸦的装备我是有的。封着封着，给你一个狂风迅雷攻流沙哦，丢！而且红 buff 场上也没有，但是有鬼夫，没有装备啊，没有文哥装备、啊。这个德莱文拿的只有乌鸦是有意义的，其他都没意义。哎，不给我报装备，马哥你知道吗？我才他妈六个装备，我傻了。少拿一块钱利息，看下波来不来个乌鸦。他的封印成功率你知道是多少吗？是七万。就他只要出手封，我就必被封。他让你动不了，动弹不得。一下不给动哦 ，bingo。给千羽，算了，给露露。我吐了。走了呀？怎么你怎么上来也裂开了呀？哎，这乌鸦来慢了，我操！搞快点了，不能上啊！只能再扛一波呀！兄弟们，备马！正常来说打不过的。出门，起轿！呜！炸出来了，好像可以。这波哇哦！谢谢石皇的超火，谢谢石皇。没什么上的，这波能扛过来的还有机会，扛不过来的老八吧。
我跟这个人，他十回合把我的主角杀了，这个人第十回合杀的我的主角，然后我跟他打成平局，有意思吗，马飞？只能这样了呀。他十回合把我的主角杀了，他的输出低大，十回合没有打死我的主角，我们现在平局。我也是醉了。选秀拿什么呢？这个春哥感觉应该留给大虫子，但是大虫子一直不来。这个装备有点低。哎，老七，他走了，我把他送走了，他去拿老八，可以。没什么要的，他有没有只大虫子？有的。哇，这死哥，你别诱惑我呀！啊，想想啊，懂了。回家一只，死哥在等着我。我八人口刷死哥很好刷的，而且在场的诸位现在没有一个人有。难道说？难道说好友别莫忘了 ？OK， 我这个德良这边跟我挺投缘的。喂，露露升不了三呀，瓦吉也升不了三。别呀、啊！哦，难道说？我八人口刷挺好刷的，这个肯定要拿。这狗熊其实拿不拿都可以。哇，这个凯南是什么情况啊？呼，我狼有两星吗？狼没有，这只狗熊不用组，没意义。这狗熊可以不要。这狗熊没有意义的兄弟，因为这狗熊没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大虫子来了他就要走，然后呢，我拿了那只也还差一只。哪个两星死哥？我操！我老婆了，锁住了。应该锁不了多久，不好说。我血量太低了，我这个容速率很低的。战况如何？难死了，发育一下呀，兄弟，让我去打波野怪。这个摄像头，四杠五，还有五件装备等着我。我死哥这个腰带很尴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腰带能和什么呢？我思来想去，救赎感觉有点低级。鬼术我已经有了，祭酒也不科学。我现在都是不用，我如果狗熊跟狼人跟机器人跟狼人都两星的话，再配一个虫子，这个狗熊换虫子，这盘应该能进前三。但是我血量太低了，我如果是二十滴血的话就稳进前三，九滴血的话不好说，因为容错率很低，阵容是很好，而且在这种阶段基本是无敌的。但是容错率还是会很低，就比一波边全暴击或者暗影啥的，全是沉默啥的，直接秒了，或者打断了死哥的东西，就没了。而且现在也不好调位置，还有太多家。死哥蓝少，就是开大满，就是被打断就没了。看这波装备能不能抬一手，还有虫子能不能抬一手。这个露露的装备我是挺想给他卖的。叫你他妈疯我！无 buff， 喜欢疯啊，喜欢疯啊！喜欢他妈的别动啊！喜欢韩金龙啊！盾，梨子，卢登的回声。这个两本鬼书也不是不可以，让他多加点伤害，但我感觉不需要。救赎，让他多快点放大。救赎也还行。对，只能二十点还少印象。是的，你要这两个装备，
哇，说实话，他虫子哦，没什么能。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来波抽奖好不好？任务了，任务了，来波，10000块现金啊，没什么，两个，只能等显示。20000块总计，我上面没什么要，这两个东西。只有给那个兄弟。这不还好，希望有钱捧钱场，没钱捧人场。谢谢兄弟们。问他虫子法师打蓝块。要做任务呀！我削个大虫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露露我装备随时可以下的。这个露露是可以下装备的，只要虫子来了，我再随便找个法师啥的。千珏已经不需要了，我要攒点利息。没有药的，现在就差个虫子，要可以攒个2000露露的钱。但这个装备我想用，你知道吗？你妈死个感觉是核心卡呀！你妈两星的，因为鬼叔你妈开个大出来，对面就没了。我想合个盾，你知道吗？合呀，因为血量不高，但是合了意义不大，就很难打到我再合。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。就很难打的，我感觉很难打的，我会想喝。走了。盾是没有什么用的。这狗熊想干嘛？能给这虫子不？千珏还想三呢，别搞我，狗熊不要，狗熊拿着王爷。2000机器人在走，在走那狗熊。难道说走了？老五有了。选秀可以拿个暴风大剪，选秀可以拿暴风大剪，这盘可以玩三春哥。这个路的春哥等一下给他下了。死哥带女生妹，有没有要死哥的？不是，我今天就打不过那一个人。暴风大剑得来文4块，第二个人我打得过。我今天遇到个丐帮，首发隐身他妈辅助虫。我家里有个布甲跟双峰大棒，肯定是优先和黄药师加欧阳锋，然后带个都不要了，已经很多本了。带个那个伊登，再加一个走狼人，也可以走狼人。双峰就是那个黄药师加那个周伯通。然后带个那个伊登，然后带个欧阳锋，大虫子他好他妈恶心呀！还能再给一只？他就单点先杀你奶，杀完反正他有隐身虫，你杀不掉他怪，然后他就一直封，就慢慢跟你耗，然后等他主角有龙血玄黄，直接秒你主角，好恶心。其实这个露露的春哥一个我给他下了，我只是给一个冰心给大虫子，然后这个春哥要么给千珏，要么就没什么太好的人可以给了。坏了，这个还好你有个给出走你。难道说能进前四？哇，前三了，就我们三家，就还有我们三家了吗？就我们三兄弟了，我操！哇，哎，大叔过分了呀，搞个魔免。这个搞个魔免都过分了哟。不行，露露要。这个打魔免的狐狸。我知道，但是没装备给他下呀。我看能不能打不进象象。啊、这个路不能下，我思来想去，完了，我应该走了。这个大叔太夸张了，太愤怒。他早早的做了个魔免，是最恐怖的。大叔还是大叔。难道说？
还打不过他一吐。男道雄，哇，这个救赎不错，哎，打不死。哎，这也太大输了呀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下刺激了。两星大虫能打，幽梦刺客。我卡丁可以吸他大虫的蓝。狐狸没有意义了，其实。狐狸是没有意义的。我觉得千珏是要给他搞个承德的。我操，混到前三了呀！尊重。复活了呀，贝贝！来了个两星死哥救了一下，刷八人口，还好那波忍住了，那波是最危险的一波，那波稳住了。这盘前面太炸了，主要是前面本来想玩枪手的，这个刺客是什么东东呢？我思来想去，这个刺客是只能给露露，你知道为什么能给可以给露露吗？卡萨琳肯定不行的，卡萨琳必须要打他们那个虫子，打那个虫子的蓝，不然打不过。我在想三法我还要不要？要，我试一波。因为那个魔面我打不死，我他们好像没什么红 buff。连个大虫子都可以买，看你能吃什么。哇，看我们家能不能变个大，他有虫子。乔哥是没有那个东西。我两个大都被打断了，这个没办法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完了。被我给冻住了，我操！你妈三哥鸡了吗？我吃不了鸡。吃不了这家。我装备太他妈少了。看看后面，5个，9个，没有。不行，那个刺客好像没什么用。那个刺客好像没什么用。乌鸦两星还好，而且乌鸦没鬼夫，但这两家我都不好打，只要吃不了鸡就不行。这家是肯定打不过的，如果我是按正常阵容配，是肯定打不过的，因为他龙王是魔面，魔面我是一定打不死的，而且他还有虫哥。瞎玩，真没有瞎玩，怎么可能会瞎玩呀、啊？应该一波了，走，打不了的，你打不了的。我他妈正位，你妈的，你这是铁男吗？我这盘其实可以苟个第二的，但是不想苟了。苟第二的话就不要乌鸦嘛，就正常配置嘛，刷个看能不能刷个两星大冲的出来呢，能打游侠的。我以为他很装备很好，39分，已经很猛了呀，对吧？质量很低，这把本来老子看得到出门了的，真的。看一下加多少？我第三名应该有个30，算了不看了。我他妈才加了39。你39吗？第三名有30分，第三名。我刚才是多少分来着？有啊，26，我隐藏分挺高的。一般是19、20左右。26好像。反正不可能30多分。第三名有26。那第一名不60多分？